人第一套的空调系统那一套，你选哪个？如果我不做现在的职业的话，我会去做足球运动员。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是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，因为他踢球的类型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，比较完美。假如我有成功的话，我最希望就是加特主。最近看过最喜欢的电影是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。有点意思。如果你问我粉丝做过一件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的话，我觉得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意想不到，都会很深刻。请大家关注2015年 GQ Style 春夏号，我是封面人物鹿晗。